在这里呢设计了四大景区，都是围绕着月亮。由从江畔过来的这个景观的这个打造的江月，我们以桥来镶这个月的这个桥月，还有池塘相结合的这个池月，还有这个登高瞭望的这个山月，四大景区可以这个通过徐汇转折，这个又可以登高瞭望。就是说，实际就是典型的小中见大。我们用扬州盒子，一个扬州非常独到的，从瘦、精到这个小的这种，这个甚至是最小的一个原则，来实现它里面包罗万象，这个有相当多丰富的内容，也是扬州人的一个宝的一种抽象。